点的。哎、欸，我看我扫完，然后把那个网站关掉。看我每次都这样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每次都扫完，然后就直接把它关了。不，我的绿幕又跑出来了。惨了，不用绿幕。你是不是到最后就一直直接不去了？我根本就完全没有再去背。看你绿幕都一半呢。我摆在旁边，不是，它就是架在旁边的，就根本就没有拿来打。看越来越懒了，都会不会开始看到拖在地上？不会，因为这个角度不会看到地上的东西，是不会看到，不是不存在。代表它存在，存在啊！我房间看起来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就是画面上这块。对不起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找兔子让他给你吼？对啊，还蛮多一些道具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我是只要讲话就可以。要讲。哎呀，我都能不讲话就不讲话。但是我，啊，不是说开坦就开坦就没办法。对吧？来啊，你接任务。我们要来打超强烧鸟了。烂烧。力战王烧鸟。你去找一楼那边了吗？一楼惊叹号问完，一楼会有一个蓝色惊叹号，然后他会在活动任务，然后会在活动任务，特别任务，特别任务。他说什么要去调查大英种？对对对对对。好想你，等你看完之后再教我。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看到一个奇怪生物跑出来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 M N 续三十。快三年了，小雨感冒了啊！好累我，好忙，没有啦，还不如快去他那边追随一波，追起来，让他比较没压力，可以好好。我这边也压力很重，我这边也可以追。哎、欸，没事、啊，我这个月已经没差了。我觉得我有点完蛋了，要咳一下了。我的分类可爆，Joker，我跟你说，我分类真的有不断的按，说 YT 还是 F 那个，哦，跑掉了啦，哎呦，这个任务开始的字怎么长不一样？哎、欸，后面你就知道了，我就。好，帮我重了，改，我再改了一次。哦哦，是这个啊、哦。好，吃饭去吃。原来是这个的活动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为什么 Final Fantasy 包鸟拿到那个水晶都不是变成金色？那路线，嗯，金色的。他不是说这个有三种可以抓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只抓到了两种。那个花我还没抓到，宝宝，然后那个花不是花超难抓的。对啊，我花抓不到。那个花我看人家刷刷的要死。这后来可以刷吗？更难的黑毛鸡，它就是你在一般的大一种上面都看得到了。对啊，它就是在地图上面。别的地图，像我刚下午也去金手的地，下位的地图，你也可以照样抓到那个。嗯嗯，花花。太好了，感谢、喔。然后他一开始不都在指引路吗？对啊，然后就偷偷直接把他抓起来，不然直接抓起来。那为什么你们抓得到他、啊？我觉得他们跑超快的。就赶快冲，他会有在一个地方会有几群，然后趁机抓起来，这样你就少找一个。对啊，抓到了，看抓到一只。然后等一下你会看到一只肥的，他你打他会攻击，那你就直接把他抓起来。
OK。把你们几可以吧？可以用听的，什么很肥的？它仙人掌有三种啊，肥肥的啊，它会在角龙上面，角龙的家上面，达摩那边，另一种是七面那边，它会出现在这两个区。嗯。他就是这样靠运气。嗯，所以那只烧鸟也不会晕嘛，任何的效果你要达到以太水平带掠夺一步比较好，可是不一定啊，我那时候带帮别人打带掠夺打到的全都大鳞片。嗯嗯，还带一下吧，要嘛活，要嘛死。嗯，好可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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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今天是冬至，哎，你们有吃汤圆吗？没有。我还没，还没长一岁。用啦。哎，可以进了。长一岁这种东西，大家按。猫是不在啊。嗯，但夜猫在啊。可以的话，先打字，让我们开台的讲话就好。嗯，哇，这个任务开始的字。哦，我看到那只仙人掌，我去抓它，赶紧过来。我只知道你如果打那个仙人掌，不是会有那个，会原地，就用那个超强的针，然后把你戳爆。对啊，碰碰拳，碰碰拳那不是那个吗？数码宝贝啊，数码宝贝啊。啊，我看到他了。超强烧鸟。他注意哦，听哦，他大概是十颗星的等级哦。欸，他怕水对不对？怕水，我忘了。猎人，烧鸟，怕水，拿起地战的这一只，老特。嗯，我特例。咩都唔惊。什么用？然后字啊啊！所以你们要来打了吗？来啦，我们在打啦。哦，好。那这音乐还不一样。这音乐很可爱。哦，感觉真的要带心眼哎，剁到那个石头，真是。他又跑掉了，这很烧鸟哎、欸，很烧鸟是吧？到处跑跑跑。对啊，跟 Final Fantasy 合作。版权？不知道，应该还好吧？之前那个跟那个但丁那个就没事。对啊，还有洛克人。哎、欸，我没吃饭呢。海力，等会回去吃啊。攻击猪哦。我被加油啊！攻击猪哦，死了一颗哦。没有啦，好，那一颗八颗星的，一个 R 八的嘛 ，R 八的嘛。哟，哇，杰克晕了，杰克晕了，擦掉啊，夜猫晕。哇，夜猫也晕了。楼上欣赏一下风景，我那边会有一个。嘿，人跳了。哦，为什么那么容易晕啊？这石头是不是强化过啊 ？KO 死。KO 三啊，我觉得大概有 KO 三。
哎，突然想起来，我很讨厌打扫鸟这件事。不因为它前面挡着，对，而且要一直跳跳来跳去很麻烦。然后原本的时候不是很小只吗？然后你玩虫棍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死。最一开始的时候还就是虫棍，你一跳起来，你没有打到它，你就要再就是跑很远，然后再重新一套。那时候真的是超崩溃的。嗯，买，让你不要变大了，变大了。变大猪了，好像变大了。哦，鸟变大了，更大了。我会让你痛，让你更痛。呀、啊，好了，来了。来什么？我开始。嗨。直接吓到我。磨刀。我就今天看起来卡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不知道掉落物掉在哪来，不知道今天的掉落物哈。有一个默默的是掉落物掉在地上，会一道金色的光射出来，白色的光会射出来，会到超明显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风台，感觉不错哎。至少比较醒目、啊。赛克，斗赛。穿刚穿衣服打他。有啊，要什么以太什么的。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以太。嗯。哎呦，赛。必要的不多啦，不打就行，打一打。嗯，那、啊、后面打贝西也可以拿到吗？就是说只有打少鸟。白训跟啊，啊嘞，哇，你一个人哦、喔哎，小雨。哎呀，我要死掉的感觉。哇，一个阿巴猪。每次我单打的时候也死过。我来不及。刚跑过来，那、啊、没关系，至少我可以回来吃饭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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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拿不到橘色，给我橘色。好啦，草食龙给我也是可以啦，可以这样。怎么会拿不到橘色？他那个那么大一坑，我就是拿给，不是他橘色不是手、啊、还脚，石头吗？石头，是哦，对啊，你拿不到，所以他，所以他现在这个模式是最好拿橘色的啊。我躲，一直抱着，我不起来了，强迫我起来、欸，这人，啊，我晕了，晕了，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看我可以不补你吗？我醒了，我醒了。我补了，我补了，假混假混，我补了，我补了，吃粉吃粉，吓死，得了，那、啊、我们阿米狗的风气就是要互相陷害，就是哎呦快死了嘛，加油加油，哎那、欸、几秒会死呢，完全没有救，他又要变大只，还没还没，哎、欸、对。大鸟来了！你刚刚是说他撩脸吗？没有，我说要秒人了。撩脸，撩脸是什么？忘记了。撩脸就是可怜啊。就是嗯，怎么讲？那是一个很负面的那个。我知道啊。好难，好难。阿尚在讲的那种。对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撩脸呢？这样。对啊。我忘记了，好难好难用中文把它讲出来。啊，我的串流怎么断了？啊，你的串流怎么断了？怎么了？都把它断了。你在几呀、啊？今天？哇，好像四还是什么？我在六。等他一下。我喘啦、啊，喘。叫你平常运动嘛。太久没运动了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，那底家、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哎呦了一下。